一杯梦幻的人来请你饮。其实所谓梦幻特饮，就是指各层颜色分明的分层饮料。分层饮料基本由以下两种物理学原理所组成的。第一，液体的密度比重。以下我们一起来看看利用密度来调配分层饮料的示范。当不同密度重量液体在一个器皿里面，密度较大的会停留在下层，而密度较小的会在较重的液体上方停留。计算出密度的公式为重量除以体积。而如何调节液体密度是调配分层饮料的关键。调节原材料有两种，一浓缩糖水，在液体中加入浓缩糖水，浓缩糖水越多，液体的密度就越大。二原蜂蜜，同样在液体里面加得越多，液体的密度就越大。所以大多数分层饮料都是甜的。而糖也都有不同种类，我们应该怎样选呢？之前提过，加入浓缩糖水是一个制作方式，所以使用溶解度最大的糖类就可以提高最大的密度了。而溶解度是指在一定温度底下，某固态溶质，例如蔗糖，在100克溶剂当中达到饱和状态时溶质的质量，在20度的时候，果糖、麦芽糖、葡萄糖、蔗糖的溶解度分别是375克、108克、83克以及 201.9 克。加上果糖的甜度也很高，故相信大家都会想着选择果糖吧。有些喜欢咸味的朋友就会问，用盐代替糖可不可以同样制造出梦幻特饮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效果就没糖那么理想了，因为盐的溶解度比糖低，可以调控的浓度差距较少。例如在20度的时候，食盐的溶解度就只有 35.9 克。我们以下有一个常见糖的甜度表给大家参考。而以下亦都有一啲日常飲品嘅密度數據參考。二、液體嘅温度差別。以下我哋再睇下利用温度嚟調配分層飲料嘅示範啦。液體嘅温度差別主要是靠浮力原理，当水温变高，密度就会变小，故此温度低的液体会停留在下层，温度高的液体会停留在温度低的液体之上。而要注意的是，不同分层的温度差异需要有最少30度以上，才比较容易看得出分层效果。但是由于温度会随着周边温度和不同密度液体本身的散热速度所影响，故只是利用液体的温度差别来调配分层饮料是比较难持久的。而液体分层其实还有另一个方法的，但是就未必适合今次的饮品制作了。
就是利用液体之间不互溶的特性，例如水和油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而为什么分层饮料大部分都是冰冻的呢？那是由于冰块能够缓减液体流动，减少不同液体之间的扰动情况。因此冰块越多就越易做出分层饮料。在加入不同液体时也要注意速度，我们可以再利用一支长匙羹挨住杯壁，缓慢将液体倒入杯中。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 like 和 subscribe。 拜拜。这杯无限特饮是请你喝的。哇，多谢。哇，好好用喎，真系。